请你吃顿饭而已。帮女生剥虾，浪漫贴心。前阵子我这个朋友不小心误会了这个女人，之后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于是找了各种方法弥补她。本来以为只是愧疚而已，但没想到她却想继续跟那个女人在一起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剧情我熟啊，齐总您。哦，这位朋友是坠入爱河了，心动却不自知。您看看这几部参考剧就懂了。这里面都有？当然。我不干，又不是我心动，我只是替我这个朋友问问，这种情况他该怎么办？其实追女生无非提供三感。怎么一听说是直播，我还有点兴奋呢。是啊，咱俩去准备准备。所谓贴心感，那就是在他最需要安慰的时候送上拥抱，在他感到疲惫的时候送上热水。累了，喝点茶。故意讽刺我偷懒？不累，我就是试试这个椅子舒不舒服，毕竟之后直播要用。齐总，我先去忙。这是请你吃顿饭而已，帮女生剥虾，浪漫贴心。我剥虾不太熟练。没关系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来吧，您先吃。你不吃吗？陷阱，一定又是陷阱。我喜欢剥虾，我天生爱剥虾。没想到他有这种爱好，那我努力配合他，应该很贴心吧？那你把这盘也剥了。七八皮，居然让姐午休时间来剥虾！好的，好的，行，可以。齐总，阿布扎比的徐总找您。最后是安全感，您要跟所有可能引起对方误会的人和事保持距离。男人最重要的就是自爱自重。齐总，您找我啊？帮我把电话拿来。好嘞，在哪？七八皮已经到不着手的程度了。好的。他肯定沦陷了。齐总，顶楼的客人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今天的客人很重要。听说他是做投资，你想让他投资盛药？